位于屯门少麟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，星期日第一日运作，由早上八点开门的头个半钟，有大约30至40人到场，没有出现人龙。但是有市民说场地的指示不清晰，大楼都很少事，是什么大楼这里真的是的，你的门口才看到那个牌，你这么大座 building， 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大的标志给我们可以看得到。刚才的过程快不快啊？快的，都不用一分钟，是啊，不过但要登记那里就资料要详尽一点，真的我觉得 OK 的，真的。包括少麟社区会堂在内，政府因应第四波疫情，在九龙和新界增设5间社区检测中心，提供鼻腔和咽喉合并式紫采样和病毒检测服务，首阶段运作3个月，其余4间中心分别位于丽景、粉岭、坑口和油塘，市民可以网上预约或者即场登记。我们老人家不应该检测，本身之前有没有做过几次检测？做过一次，都是这里对象嗰次咪嗰次咪8多万人检测嗰次，都全民检测嗰次。系啦系啦。本港源头不明个案近日急增，政府专家顾问之一嘅许树昌建议收紧社交距离措施，包括学校停课、公务员在家工作，仲有食肆晚上10点停业同埋暂停演唱会等。透露政府即将有新一轮公布。他说社会有广泛隐形传播链，显示病毒经跳舞群组急速扩散，如果不防止人群聚集，确诊个案可能会升至3位数字，又预料今轮爆发可能会延至圣诞节和新年。东网记者钟尤美报道。未来我们说10年，我们说我们有足够的土地提供31万多个单位，当然集中在后5年，你会明白，因为任何一个土地供应，即是我们经常说由生地变熟地起到的单位出来，它要相当的时间的。我们有相当的信心，为什么呢？这样，因为这大约300公顷的土地，如果你想将它分一分，大约30%是来自我们不同的新发展区，其实最主要的就会是我们古洞北、粉岭北新发展区，同埋咧系洪水桥新发展区咧。咁呢两个新发展区，其实我哋已经完成咗规划程序噶啦。咁未来我哋就系已经我哋正在进行一啲回收土地程序啦。咁跟住如果又话所谓3通1平同埋兴建楼房嗰度咧，嗰度相对嗰个时间个掌握咧都系准确嘅。咁另外大约40%咧就系来自我哋210个地方，我哋做紧改划嘅工作，我哋已经完成咗1/3，当中大部分亦都已经完成咗规划程序。我哋唔可以又放松啊！其实你啲造地，我经常同大家讲咧，一步一脚印揼石仔嘅。其实我哋天天我哋都要努力去做咧，我哋先至确保到咧就系呢10年之内我哋交到货。香港人口个增长率咧喺未来嚟讲咧会下降。但其實總人口數字咧都仲係上嘅，大約我哋去到2040年代嘅初期咧，我哋嘅人口高峰，如果用個基線嚟睇咧，係822万，喺最新一個咧係811万，其實跌咗係11万嘅啫。但係當中要同大家指出要留意咧，就係如果你睇翻我哋户口嘅數目，其實個增長係持續嘅。咁所以作為負責任嘅政府，我哋都要為呢啲去做準備啦。咁另外一點都係重要嘅，就係我哋人口嗰個急速嘅老龄化，譬如洗手间，如果要轮椅入得到去，其实依家好多嘅单位都做唔到。我哋老人设施、一啲老人中心、一啲住宿嘅设施、医疗嘅设施，其实嗰啲对土地都系有好大嘅需要咧。咁另一点咧就系、是，其实我哋双老龄化嘅系咩咧？我哋嘅住宅房屋都系老龄化。假设个现况不变，其实过咗30年之后咧，我哋超过70年嘅住宅单位咧，系超过30万，佢哋几百倍嘅增长。咁亦都喺重建過程當中咧，有幾年你冇咗本來個單位咧，新嘅單位你未有啦。咁所以需要一啲回旋空間個需要係更加大嘅。好似行政長官講，嚟緊咧，我哋就住唔同嘅融資嘅方案，譬如話喺第一城嘅方案咧，我哋唔需要為個填海咧付1分1毫，仲有轉收添。過往社會討論啊，我都提過好多唔同嘅方案，包括我哋大家可能都熟悉嘅鐵路加物業發展啦，我哋話 BOT 啦嚇，即係興建營運轉移啦。亦都有話債券種種咧，我盼望立法會支持我哋做呢個研究咧。喺研究當中，我哋就住融資咧，我哋會好小心咁樣考慮噶。躍動港島南，佢基本上嘅構思咧就喺翻起動九龍東出嚟嘅。起動九龍東其實到而家我哋做咗10年，你開始睇到啲成績喺行人通達性上係大幅改善，或者公業區
有多後巷呢？其實你怎樣打造它成為適合去入去行的，是環境好一點呢？這方面我們看到很多的潛質去做。另外大家可能都去過的觀塘區，譬如海濱地區反轉天橋底，那我們在南區我們都會找這些空間出來，就是能夠以一個比較上是有活力的方法，為一些文化藝術的活動提供多一些的空間。躍動港島南我們有辦公室，我們都會幫一些譬如工廈活化，他遇到困難的業主朋友幫他給一些意見或者做促進。那其實辦事處都會去看回，其實有沒有一些公共設施的用地提供到一些一地多用的設施，看回區裏面一些社會的需要，一些通達性的需要，一些文化藝術空間的需要。